是服务我们冬奥会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包括媒体记者，包括服务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志愿者，我们可以点进去，经过认证以后呢，可以在这里面去根据我们的这个需要去选择我们的这个冬奥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车站，比如到太子城，根据我们的权限呢去约定约相应的席位。在这个界面上呢，可以显示我们这个订票的这个信息，同时呢，我们可以点扫码乘车，展示出一个乘车的一个二维码，我们可以拿这个二维码呢直接进站乘车。同时针对这个冬奥会期间呢，有一些外籍旅客可能初次到国内，然后有一些这个银行卡可能不是咱们那国内认可的，然后所以呢，我们也增设了一个那个外卡支付的一个功能，可以支持像那个 Visa 呀、然后 JCB 啊等一系列的这种国际的信用卡和银行卡。